观众朋友，这里是香港华人大厦，中国武当功夫表演团6月17号下午在这里进行了首场表演。香港市民终于能够在自己家门口欣赏到玄妙莫测的武当功夫。武当武术是中华传统武术主要流派之一，素有南尊武当、北从少林的美誉。它产生于武当道门，根植于道家哲学的沃土之中，具有内练修为、以武演道、以柔克刚等优点。元明时期的武当道人张三丰将武当武术弘扬光大。600多年来，因受道教宁可失传不可误传的约束，玄妙莫测的武当功夫外人很难看到。武当武术在香港影响比较大，多数香港市民是从金庸武侠小说、电影、电视剧里面了解武当武术。这次他们能够亲眼目睹武当武术功夫表演，感到十分高兴和惊奇。看到以后确实是那是名不虚传的，确实感受不一般啊，比电影还好看。哎，我想这个武当这个武术啊，在香港很少人认的，这应该像刚才吴先生说啊，多带他们出来，让我们这个海外的人能够多了解。这个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文化啊，我非常高兴第一次看到在香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表演。哎，非常精彩，觉得非常精彩。我刚才在那个前台啊，从头看到尾了，我认为这个武当的这个艺术真的非常高超，所以说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组建于2003年8月的实验武当武术表演团，现有武术队员19人，文艺队员13人，他们个个身怀绝技，武道双馨。其中有武当内家拳第14、15代嫡传弟子，有多次获得国家武术比赛冠军的少年英才，还有多次出访欧美、东南亚的道门师徒。他们不仅有真传武当功夫，还巧妙地把武当功夫融汇于舞台表演之中，创编出独具武当特色的艺术载体。这次在香港亮相演出的主要节目有九宫八卦阵、国臣玄天剑、武当乐舞、武当硬气功、武当七星阵、笑傲江湖，还有武当秘传拳法、武当太乙年拳、武当清明阵、太乙逍遥掌、武当玄功等。6月18号晚上，武当功夫表演团在香港九龙岛旺角麦花区室内体育场进行了第2场演出。功夫呢，就是很有名堂，香港人很仰慕，所以这次你们来演出啊，好多人都想拿着票子来看，啊，许多人都没有看过那么好的武当。我看这个内容也很丰富的啊，武当也要静到动啊，所以我们看的刚才有些动的，可能还有些静的、柔的，还怎么样啊？另外都武当功夫的内外相收啊。这个有进攻打坐了，还震动的，所以内容非常丰富，所以这些大家都能每一点都能看到，这就才难得了。我觉得这一次呢，我们香港同胞有机会啊，这个欣赏到武当武术啊，这个非常精彩的啊这个表演，这个对香港同胞呢，对武当武术的认识有很大的帮助。实际上呢，也是对我们国家的宝贵的这个
财富啊，这个历史这个文化财富的一种这个认识呢，也是香港同胞呢应该得到很大的满足。这一期演出呢，武当武术在港三场专场演出，场场观众爆满，不仅为宣传实验和武当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，更为2004实验香港投资洽谈会增色不少，起到了宣传带气和吸引人气的作用。你的小辫子，这个不懂的人读不出来，懂的人高人他一看就明白。对，也是长寿的秘诀，形成啊，生理、饮食各方面的心理，它是一种平衡。平衡调整，哎，对，不学一方面压倒一方面。对，这个太极拳呢，就根据这个太极变化来的。而且这个理论啊，你将来全世界这个世界和平什么就最高就中国这个和平。对，世界大平就靠这个。你美国的宗教我压倒你，我征服你。对，那你全世界征服不了，压倒不了。对，所以到大家和平共处。你讲一点我让你一下，你讲一点我让你一下，这当我慢慢讲你又让我一下，那个保持平衡。先生说的太棒。您没有到武当山，已经对武当武术和武当养生呢，已经了解很多了。如果您在实地学习一下的话，可能会内外兼修啊。